请你来试下家己煮嗰只猪脚醋啊！你材料很多啦，煮四款嘅。咧塞开先咧，塞足火就成，诶炒两下啫。咁就一开就爆啲啦，就爆啲啲啦，就爆好梯集。诶，试下呢个价 ，MMX 啊，牛翁哥，你哋帮埋计进先。美国嘅咧，系要嗰只椰糖，你嘅椰糖，咁就要放啲醋啲啦，放牛蒡啊，牛橙水哦，即条一猪哦，即娇妹咯。第一轮咧豆入醋嘅，点解第一轮咧豆就个牌子？个牌子嚟分享，甜丁甜醋，你豆几多咧？我都唔记得豆几多，啲啷啷嚟煮，啲后师我煮到，点解佢钳唔该啦？一百分钟，唔听咩？试下，听讲佢就爆唔粗嘅，做唔好到口咯。哟，好香，哇，好香好香，熟晒喎真系。哇，啱啱可以爆，啊，里面个糖线哦。哇，好刺激啊，好近啊！哇，黏黏咩喎？你粗我啲家姐，唔错啊，黏黏咩喎？七八分仲可以饱大咗，唔错。哇，继续做呢样，好热门喎。嗯，真好食哦，食到天衣饺啊！哇，肥肥啊！嗯，黏黏咩？好叫，唔错唔错哇，好近吸了。啊，家姐唔错，可以买 MMX 牌子。记得 subscribe， 不要 like， 帮我吹吹啊，拜拜。